一鸣，头儿，没事啊？我们之间的事儿还没完呢。 一起长大，但是我做了巡捕，而你的父亲却加入了黑帮。20年前，你父亲的黑帮开坟葬业，其实我已经知道。 你父亲已经要金盆洗手了，坚持住了。谁成想，巡捕房也提前得到了消息，他们知道你父亲他们。 要开坟葬宴，将他们全部抓获。到我到这的时候，这里头一片残香啊！我们发现你父亲正要逃跑，我和江巡捕。 站住！不要动！你父亲，哲涵，临死前将你托付给我，别好好照顾你。哲涵，你冷静点，你想想你儿子。他已经决定要放下枪了。可江巡捕突然夺枪，不是。 而你父亲的尸体没找到，再后来我就在衣柜里找到了你，高手，坚持住了啊！你说的这些。 跟我的身世有什么关系？我爹他到底死没死？他要是没死的话，他现在会在哪儿？我来这里也是这个目的。可是我知道他可能不在上海了，火车已经改变了容貌。 这次我让你来啊，我并不是为了要调查你的身世之谜，而是那个江巡。
张总，没事吧？哎，轻点，轻点，张总，哎，来，哎，手不好，张，哎，轻点，没事吧？ 老三，带其他人去巡捕房好好休息，啊！后面的事情好好处理一下。啊！表小姐，没事吧？ 千万别再闹出什么事儿了！你要有个什么好歹的话，我怎么向咱们张局长交代呀？啊！还好啊，我们到的及时，否则的话后果更加不堪设想。你们怎么迟到？我们在这儿的。嗯，我也收到一封匿名信。 一开始我以为是哪个无聊的人给我搞恶作剧，根本就没放在心上。后来我去咖啡馆找你们，小咖小姐说你们也收到类似的邀请函，说要出去了，而且过了很久都没有消息。我觉得事情不对，所以回去把这些照片再拿出来看，发现，在这个照片里夹杂着一张20年前。 我跟蒋巡捕的照片，我觉得此事有蹊跷啊。
我要是记得没错的话，20年前，蒋勋甫坠崖的地方，就离这别墅不远。假如他要是活着的话，这个世道上就会多一个好探长，而不是像我这样成天只知道吃吃喝喝还破不了案的窝囊废啊。现在还来得及，还不晚。你看这儿，这儿算对啊。嗯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天笑，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你这是怎么了？我没事。蒋寒之今天来了吗？他倒没来，但陈飞来了，他就坐在那个位置，我还跟他说那是大作家的专座。人呢？他刚走，东西我还没来得及收拾呢。你们吃饭了吗？我给你们买点吃的吧。你帮我看一下店，我去给他们买点东西吃啊。蒋寒之、陈飞，小爷我有名有姓，姓陈名飞，外面江湖上的兄弟还得尊称我一声飞哥呢。陈飞，蒋寒之，你好，我是蒋寒之，一个小说作家。正好，我把这本《汉龙经》也带来了，可以看看，请便。哎呦，你解谜题的方法是没有问题，但是你注意到了，这本书是后人重新装订的。哦，你看这线，这是现在的材质。除非找到这本古书的原始版。应该可以解开谜题。哦，20。41。是赵振寒。
我在日本有个远房亲戚，跟他学过几声。阿达，三个哥哥一个国家难。哎，对，刚才那日本人说什么呢？他刚才说你输定了。那你怎么说的？我跟他说了，还没到最后呢。 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别逼我，天晓！别逼我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难道是为了那个宝藏？钱有那么重要吗？你不是一直都想知道我信封里放的什么吗？ 从来没有认识过你，你也从来没有真正认识过你自己。人们审判自己，比审判别人难得多。我曾经相信你，现在依然信。信任，永远都不是双向的。 恐惧才是。我一直觉得自己有时间，可是时间永远都不够。从我第一天认识你，我就知道我们会是这么一个结局。但是我希望你相信我，这不是我想要的。有些事情不用说出来。 有选择，让我帮你一起度过，让我把奖放下。我的心早就选你了，可是我的枪不属于我。你我都知道，你不会开这一枪。 为什么永远都这么自信？我信你。好，我们今天打个赌。从我们认识的第一天起，我们就打过赌，但是我怕今天的赌注，你输不起。好，我愿意赌上我的一切。 包括我的生命，我要是赢了，跟我走。
陈一鸣。我爱你。你是秦一鸣吗？你是谁？给我走。
我非。你是谁？好久不见。 把钥匙，我也不知道是哪一把。
有没有得救了？快走！